就是六星级月子中心专用的电动按摩挤乳器，你曾经就是石头奶过的，然后或者你现在正在发生的，其实我就会蛮建议来买一台这个试试看。一个就是电动按摩器，然后还附一条充电线，一台式的收纳包，就是上班族的妈妈就把它收进去，然后带在公司上，带在身上，其实是非常的漂亮。它就是非常，你看非常小巧可爱。刚开始的乳牛人生，泌乳师或是你们在月子中心，他一定会跟你说，麻烦你要按摩。它的挤乳器都有按摩模式，可是喇叭罩它的按摩范围仅限于这边。如果你有乳腺炎的话，其实靠这个也没办法帮你按摩跟疏通。挤乳之前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，比如对，放在这边，或是夹在侧边，因为其实侧边有很多淋巴，淋巴按摩其实对身体有好处。人体工学的形状很像托住你的胸部的那个感觉，所以你可以就是按摩这边，它这个尖尖的、啊，你也可以按你的风池穴，好、哦，按你的就是你肩颈酸痛的地方，它你可以这样顶着，它就可以按。它有时段，先打开哦，不然你可能感觉到它震动，很像超音波震动的感觉。它有时段哦，这种是连续的震动。高低高低这样，它就不是一直连续同频率震动。它整台都是食品级细胶，整台可以水洗哦，洗澡的时候也可以使用。它一般这种你可以看得到铁的地方，它这个是完全没有，就是个粉红色的细胶。来，它就直接这样插进去，就直接插，它不会破掉。这样就正在充电。你在按摩的同时会产生什么？催产素的分泌。催产素不会增加你的奶量，但是它会增加你的流速。在那个挤乳前，你就可以先放，你就先放，而且就是直接把它放进去，好，放左边一下，然后放右边一下。像我可能就会喜欢放侧边，好，侧边这边会放一下，然后或者这边轮流放一下。